太阳系最大的行星。从已知的天文学知识来看，目前太阳系中体积最大的行星是木星。木星是太阳系中自转最快的行星，一天大约只有10个小时。木星的半径为43440.7英里，是地球的11倍大。它距离太阳4.84亿英里，质量为太阳的1/1000，是太阳系中其他7大行星质量总和的2.5倍。木星是一个气态巨行星，主要由氢组成，占其总质量的75%，其次为氦，占总质量的25%。岩核则含有其他较重的元素。木星的外表是由彩色云带和斑点织成的织棉，它的温度、压力和物质特征很可能过于极端，生物难以适应。